100多年前嘅香港正值风雨飘摇，医疗发展尚未发达，普罗大众饱受各种顽疾嘅困扰。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，目的系培育华人西医，惠泽民生。其后西医书院发展为香港大学医学院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。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成立于1923年，横紧一个世纪，培育出无数医护专业人员。香港风雨多，城西的那方光照片掩翳我，再种一片杏林最爱播，风湿心肺肝，脑皮层热血也伤助，我奋力力量助免疫，肿瘤感染受控退灾祸，贵重于百川，经百载，明内科通识的好课，摇身福尔摩，觅疑点找结果，专注于看文文切得有磨。经百载，明内科通识的好课，心思切磋，跟我胜